各位乡亲父老，我是庄敬高职的校长林俊雄。今天下午到晚上，非常的高兴在此把庄敬高职同学们3年所学的在这展现出来给各位，希望大家批评指教。现在就是因为要摸彩是吧？啊，好，先来摸，先来摸。第一个摸什么？10个飞盘，非常漂亮的，非常精致的啊，来。 校长即将摸出第一位幸运儿，是来自第一位福和国中巫敏芳，福和国中巫敏芳有没有在？在，赶快举手！举起你的手，有没有？吴同学在不在？有没有？有，赶快冲上来！念三遍没有就取消喽。好，福和国中巫敏芳。 一致，有没有？没有。福和国中，巫敏芳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好，好，好。观众朋友们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第一位幸运儿出现了，是我们福和国中的同学。待会不要忘记带那个学生证上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又是给你领了，现在我就给你了。 第二位同学，光荣国中，不是，第三位是柳公国中武荣同学，柳公国中武荣同学有没有在现场？重庆国中林永祥同学，武林国中唐。 唐同学，信义国中尤文学同学，武林国中同学的电话号码5后3码是417，有没有？还有重庆国中周应彤同学，重庆国中周应彤同学，已经抽出7名了。我们的甘源国中詹静怡同学有没有在现场？浦城国中。 刘玉斌同学，浦城国中刘玉斌同学，最后一位也是来自浦城国中的蔡怡婷同学，浦城国中蔡怡婷同学。好，以上同学有抽到你，先把他到右边来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阶段的摸彩到这里，请主持人开始继续我们好看的节目。好，OK，谢谢我们庄敬高职。